时至三伏，闷热至极，湿气最盛，湿邪最易侵伤人体脾胃，易致人倦懒、水肿、眼袋加重、食欲不振，重者可致肠胃不适。《太平顺会方》记载亦健脾祛湿良方，用于服天使养油甲。羊肉入冷水锅，大火煮开，十分钟后捞出，另烧沸水，放入葱、姜片及羊肉，小火煲煮熬汤，羊肉温干，讲究大火煮白，小火煮青。大火煮羊骨，熬出浓香白汤，适于冬天进补。而以小火煮肉，熬为清淡汤底，尤适于夏日伏天清补，散体内湿寒。趁锅中羊汤熬煮，取新鲜鲫鱼，切为薄片，鲫鱼肉质细嫩且温中下气，健脾利湿之效尤佳。待羊汤熬煮两小时，捞出羊肉及葱姜，留汤，将一众香料入调料包，荜拔、花椒能驱寒气，石螺、陈皮、干姜能破滞气、温脾胃，将此料包入汤锅，既能去腥增香，又能增强健脾利湿之效。将火调大，至锅中汤水滚沸，下入切好的鱼片，再入少许酱油、盐、醋调味儿，待鱼片煮熟即可。古时烹饪养生始祖彭祖首创鱼羊合烹之先，此方既取鱼羊鲜之风味，又增温养脾胃之功。伏天若有此一碗热气鲜汤，健脾祛湿，使后一身汗，周身皆舒服。